Hello， 大家好，奇异。那么今天就来一下我们的弯爬一拳超人最强之男啦。那最近的话，基本上我们的心之守护的这个杰诺斯应该算是返场吧，因为我记得之前好像已经有看过了，忘记有没有打过关卡给大家看。反正目前来说，我们原本的这个队伍啊，打这个关卡好像是会败开的。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能不能开始扁啦，各位，来，我们来去活动试炼这边开始，来前往挑战啦，各位。好，那目前来说这只角色的话呢，我们先一线，哇，一线上阵是这个队伍，然后我们应该是可以那个，可是他上面前面这边是不能移的啦，所以我们没办法用那个吉纳斯博士的这个东西，比较小可惜一点点。好，没关系，还是我们可以用他的科技，然后要放一个超能力的角色，哦，这样就可以了。那我们就可以那个让那个。让索尼克他们在这边吗？后面就尽量放一些那个不会死的吗？看起来是可以。然后，对，看起来好像就这样吧。好，没关系，那我们就这样子走起看看好不好？至少我们前面是可以撑住了。看一下我们能不能协助我们的星光杰诺斯打出我们的好成绩的，好不好？之前打这个模式都没办法赢，现在看一下哦。哦，至少是可以消掉意志的状态喽。然后再来是个空中烈火。我上次打那个啊，打那个就是即时对战的时候，我有被这个杰诺斯用这个空中烈火烧死，好不好？超级夸张，他再过来然后烧一下我就没了，好不好？上次大家如果有看直播的话，就会发现啊，就会看到那个很酷炫的画面，好不好？我们会直接爆开，哈哈哈哈！好，那我们这边就是把波罗斯弄掉，呼呼，弄死可以。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空中烈火，看一下是不是可以，那个直接烧烂。而且这边就算没烧烂的话，它也有这个就是那个燃烧的那个状态啦，它会传火，好不好？哎呦，那其实好像靠它一只就可以了耶。我最喜欢这种活动角色了，好不好？你就是靠它一只就 OK 了。哇，可是这边有，哇，这边有那个，完了，这边有狙炮，我靠，完了完了。喷烂了，我们那边 一堆融化了，各位，我看一下哦，希望我这边可以把他们融化。哇，我没有哎，哎呦呦呦呦呦呦，一起炸一起炸。哎，可是我不是那个吗？说好了我不是那个吗？我不是吉纳斯的那个核心吗？不是会有，不是会有分身人出现吗？怎么还没出现？哦，来了来了，有分身人了，各位，可以哦。然后这个吹雪，这个是。那个就是类似那种就是那个不灭那种状态吧，对不对？看起来是哦、，nice 哟，各位有哎、欸，哦，好像渐渐的好像可以打的感觉了哟，各位酷炫了哟，呜呼，来了，水嫩嫩球棒，哟呼，然后这边空中烈火。喷烂有没有？不灭不灭，闪避！哇，过饱和火力压制！我靠！我靠！哎、欸，我靠，超强！过饱和火力压制，各位，哇、哦，好帅哦！居然是什么过饱和火力压制，好猛哦！那个应该就是那个之后我们拿到就是那个金属骑士的那个什么觉醒石之后，可以把它进化上去。哦。我知道要先杀谁了。哦，这只真的很恶心哎！我觉得一开始就让你有那个特化灼烧的那个效果，都超恶心。完了，没打死，我靠，喷烂啦！完啦，全部喷烂啦，没啦！我靠，哎、欸，不行了耶！哎、欸，又是败在 G4 手上啊，各位 ，G4 真的很扯哎。对啊，太扯了吧 G4。要求贵，来打这个觉醒波，我们现在就 KIP 死哎，然后我们就会直接喷烂了，各位，哇，哎，这效果真的是很夸张哎，完了没了，看来我们试炼就到此为止了，哇，对面好像只要有 G4 我们就完蛋了，各位，啊，这没办法，哦哦啊哦，没办法拿碎片了，各位，
哦，不是，这碎片好像也要他潜能二星啦，所以本来就拿不了，是拿不了那个技能盒。哇哇哇！哇靠，超级难呢、欸！每次有 G4 出来，我就直接被打回家，那是没办法的，各位。太神了，各位！怎会如此的厉害啊？怎会如此厉害？想一下哦，这边，反正如果要通关的话，好像都是可以把他们摆到后面去。然后这边有这个凤凰男，把它放后面，这样就可以了，好不好？哎呦，对，我们还可以放这个，哎、欸，不，这个好像没有钱。OK， 打打看了啊、哦。目前来说，因为我以前的那个账号啊，我打那个活动关卡的时候，我是根本就不用担心的，都是弄得掉了。结果现在这个新账号啊，就没法抖啊，各位，我就没有办法搞这个东西了，哭哭哇！不然，原本我打那个模式根本就没有那种就是要思考什么任何东西。就配了那只角色，然后再加上我们那个大嘴啦。就我们之前就是有抽那个格罗里跟巴斯之后，有没有？我就是喷大过去，他会自己那个，他会自己就是那个酸死嘛。然后我再玩一些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加成角色，结果现在没办法了，好不好？现在没大嘴了，主要是有那个啦 ，G4 在我就进不去哎、欸，各位，那个 G4 真的很扯，哇，那个灼招弄下去。我整队根本没有其他回合，你知道吗？我大概只能打一下，啊，扛不过就扛不过了，各位。所以我才会觉得 G4 好像也蛮强的啊。可是大家好像真的都没在推这个 G4。G4 的话 ，UR 是不是真的还顶行的呀？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 UR 之后，然后他开场就会给全塔那个特化的那个燃烧，真的是挺猛的，那个是扛都扛不住哎、欸。而且那个燃烧还会传导的，你知道吗？就炸完之后还传到别人身上，然后再炸，好恶心，好不好？跟我们那个夜火的那只差不多的感觉，好不好？但我们目前来说最新的这只那个 UR 杰诺斯啊，它也是有这个效果的、哦、啊，好好猛哦！没关系，我们现在就是继续撑。现在虽然我们已经把就是那个红卷跟卓越卷抽完了，但是我们现在黑卷都还在继续累加了，好不好？所以我们黑卷再继续累加的话呢，就代表我们之后还是有机会就是变得囧囧囧的。而且我们现在本质账号最缺的就是核心的这个部分，我们现在只能用那个吉纳斯博士慢慢的搞起来了啊，只能慢慢的吉纳斯博士搞起来，没办法。哟呼呼可以啦，好，那目前来说，这个天赋关卡看起来是 OK 哦，因为我之前都只有就是让他打那个三次，然后去解这个每次而已，我就没有继续把他往下打。不过上次我们已经有开直播进检过一次了，大家有开始调整一些东西，我觉得开始可以慢慢往下刷一下哦，看起来没问题。看我们现在整队的这个血都还是满的，好不好？被阿修多少先揍了一下，基本上我们可以。好、啊，哎、欸，等一下，啊，我的蓄力怎么没有回？他怎么不是？哈、啊，哎、欸，我以为他是那个、欸，哎，被打到之后他就会先回满，结果那个疫苗人居然挡在他接到后面，是不是？这是有一个释放法术时机点，是不是？好笑、哦、啊！那我觉得我应该要把那个谁，我把无双索尼克放到后面了，你看看。我靠！哇，直接被轰死呀、啊！完啦！不过这边的话，如果把无双索尼克放在后排的话，应该就有机会了哟。因为这边会有这个复制人大军可以帮挡一下攻击，应该是可以的哟。Nice！ 一刀没有！哇，爆开！我看一下啊、哦，如果这边布阵换成那个的话，布阵哎。欸挑战哦这边，然后无双索尼克放后面，然后这样往前吧，这样保护一下那个无双索尼克，应该就有机会了吧？毕竟我们还是需要他一点点那个一点后排输出，好不好？这个是一定要的后排输出。
然后因为这个模式的话是打怪人的，所以我们就只能操控这个怪人嘛，所以我们就没办法把就是那个僵尸男跟一些那个会不屈的或是会不死的放上来。哎，别，完了，完了，痛太慢了，但应该没差了。我靠，完了，我靠，全排全死。但没关系，因为我们这边还有复制人大军，好不好？应该是可以的。哎呀，我们的复制人大军怎么那么慢出现？不要晕！完了，晕了，晕了，他晕了啊！他晕了。哇，我们的索尼克晕了。哇！然后我们的那个独角仙一直在打那个，一直在打独角仙啊，好，一直一直慢慢消，又复制人，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好招哦，就是可以靠这个复制人大军去帮他们挡一下，挡个几回合，然后无双索尼克再开舵，是有机会的啊。完了，这边看来这个手动电脑可能要我自己控了哦，这没办法跟那个，没办法跟就是我们那个超能爆弹机一样，就是不自己控，他会一直疯狂去打那个独角仙，爆开！啊哦，要求掉嘞，我们好像没有那个了，就马上没有那个，没有分身了。啊，他怎么没有蓄力啦？尴尬了，GG。